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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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放掌。法藏比丘发了四十八大愿之后，在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呢，就把四十八愿一一的宣说出来，最后呢又有一首偈子，用一首这个赞颂偈来戒言，其中就说呢：“我见超世愿，必成无上道；四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我于无量劫不为大师主，这叫三世偈啊。普济诸贫苦，誓不成等觉。我至成佛道，名声超十方，究竟有不闻，誓不成等觉。”那么第一首偈子就说明他这个愿望是超越一般世间、超越十方诸佛菩萨的愿，叫做超世愿。因为是在总结210亿诸佛国土这个因地愿行的基础之上所发出来的誓愿，显明四十八愿为诸佛誓愿海的精华，所以呢简单称为超誓愿。那下面我们第二说明四十八愿的分类。那么之所以这样了解四十八愿的殊胜啊，就是知道因中这样的愿这样的殊胜，那么果上的净土那就更加的殊胜，然后成就的佛身救度众生的功能也是特别的殊胜，增加我们的这个信心和往生的喜乐。四十八愿分类，首先讲它的愿素。弥陀别院的别墅啊，愿素啊，诸经有异，各经典的记载不一样，这是翻译的人啊，还有传说的场景次序不一样，有简与略。大经同本意义的《大阿弥陀经》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就说呢24愿啊，《无量寿庄严经》呢就列了36愿，《大宝积经》《无量寿如来会》也是48愿，《悲华经》列52愿，《梵文无量寿经》呢是46愿，《藏译本的无量寿经》是49愿。愿数啊多少都有出入的，不过就是有的综合啊，有的就分裂。其中古来诸师皆以康僧铠所译的无量寿经为证，也就是我们的正义经典。此经即说48愿。又观无量寿经中品下生啊，有这么一段中品下生当中说啊，一说法藏比丘48愿，这样呢二者相符合，那我们都是说48愿称为通说。48愿呢大分三类，也就是一摄法身愿，这个摄就是摄属，包括摄受、摄持啊，摄法身也称为呢摄佛身愿，就是指阿弥陀佛的佛身，就阿弥陀佛的本身所发的誓愿，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一尊佛，也就是这三条愿。就法藏比丘发誓将来成佛的时候，起身具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，获得诸佛的称扬之愿，这样包括呢12光明无量愿，13寿命无量愿，17诸佛称扬愿，我要成为光明无量的佛佛身，我要成为寿命无量的佛，我要成为诸佛所称扬的佛，这是摄法身愿啊，有关佛本身的三条愿。第二呢，摄净土愿，我要成为的净土是怎样的殊胜超越的净土愿。法藏比丘发誓将来成佛时，其国土无有一切烦恼，纯然清净，庄严完备，超出一切世间之愿，包括呢31国土清净愿，32国土严誓愿。这个呢大家回去可以对照愿文再看一看啊，这两条愿是专门就净土所讲的，
叫设净土愿。其他的43条愿都属于设众生愿，所以第三类设众生愿。那法藏比丘发誓将来成佛之时，十方世界一切这个众生啊，是包括哪些啊？十方世界，这是它的范围。那它的类型呢？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人、天，这就所谓的五乘众生，乃至三恶道的众生，摄受范围之广泛，皆悉来生其国，受其教化，普皆成佛之愿。这叫摄众生愿，就是这十方所有世界众生，我要怎样利益他，怎样摄取他到我的净土来，然后到净土来得什么什么什么利益，我的净土怎样怎样怎样的殊胜优越的利益赐予他们。这总共除了上面摄佛圣愿、摄净土愿之外，43条愿通通是。那么这43条愿呢，有个细分的话，又可以分为五类啊。善导大师说啊，五乘其入，那我们大约就按照这个五乘来分别它。一，设自国人天愿。这呢共有17条愿，就摄受阿弥陀佛本国，自国就极乐国的人天这样的愿，也就是前11条愿，从第一国务三恶道愿、不更恶道愿等等，一直到第11条愿，再加上15、16、21、27、38、39，一共17条愿。以弥陀净土称为自国，这自国他国怎么说呢？弥陀净土以外就称为他国。凡是经文当中说到国中人天，这就讲自国；说到十方世界的、十方众生的，还有他方佛土的等等，用这些名词的就属于他国。他像国中人天嘛，国中菩萨啦，或者国中这个之类的，这就叫自国的。他十方世界、他方净土等等、他方佛土，那就他国。第二呢，设声闻愿。设声闻愿，我们没有说设自国声闻啊，设他国声闻呢，都含在一起。这是第14条愿，声闻无数愿，就他方声闻可以往生极乐，也靠这条愿摄受。到我国土的声闻如何如何，也是这条愿。愿闻并举声闻和缘觉，虽然讲声闻，其实是包含声闻和缘觉，所以呢，这是设二乘之本愿。为什么提这一点呢？因为往生论里边说二乘种不生啊，大乘善根界二乘种不生，那这里是要说明呢，二乘的人都在这条愿的摄受之内。第三，设自国菩萨愿，这就在自国里边分为五乘了吗？人天声闻缘觉菩萨，这共有9条愿。第23、24、25、26、28、29、30、40、46愿啊，就是我得佛国中菩萨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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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样，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不去正觉，他的愿文的格式是这样的。这前面三条呢就设自国有关于阿弥陀佛净土的众生的，后面这两类呢设他国，设他国凡夫愿和设他国菩萨愿，共分为两类。设他国凡夫愿呢共7条，像我们所说的本愿第18愿就是，那19愿、20愿也是，33、34、35、37愿，这7条。这7条愿里边，你从愿文看，或者说十方众生，或者说诸天人民啊，或者说呢这个妻有女人，这当然都是指凡夫啦，甚至呢也包含三恶道，所以凡夫的范围就很广泛，不仅指人天道。设他国菩萨愿呢共有9条，那这面就没有写设他国声闻，就含在第14条的啊愿里边。那么这9条愿是第22、36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7、48愿。这5类如果合起来就分为2类，
一个就是设自国众生愿，这共是27条。第二呢，设他国众生愿，总共是16条。啊，这些都像做这个统计学一样，大家可以配到院门去看。那么我们后面有一条表，也看得很清楚。所谓设自国者，是在极乐得意。怎么叫设自国愿呢？就设持他，设护他在极乐本国得利益，这叫设自国。虽然分为人天、声闻、菩萨，啊，他又分为这几项嘛。但是呢，因为彼国乃是大乘善根界，为纯一大乘的境界，所以人天呢，并不是真实的人天，声闻也不是真实的声闻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叫呢？为顺于方俗，就其他佛的净土当中，比如像我们娑婆世界，那就是有这样的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，那个为我们这样的众生所讲的，所以顺这个此土的习俗来说的。比如说昼夜六时，在极乐世界并没有白天和晚上，但是我们这里呢，靠日月照临，就有白天和晚上，也有6个时段六时，所以他对我们讲说昼夜六时。那极乐世界其实不用吃饭，他也说了啊，这个饭似金行什么等等，他所讲的这些话都顺我们的习俗所讲的。如果要讲佛的境界，讲佛的，你没有语言来表达，没办法讲，只好顺你的讲。那么顺于方俗的话，他也要表达他的意涵，就说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叫做人天，也可以叫声闻，也可以叫菩萨。那如果从受乐这个角度讲，人天，人天是受乐为他的这个特色啊，人有五欲之乐，天也有天上五欲之乐，他是受乐为特点。那就说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非常的快乐，因为人的根在此土的众生呢，根性很低劣，他只能想到受乐。至于说法性寂灭之乐，他是想象不到，他就想感官的快乐啊等等哈。那就从受乐角度讲，人天为代表，那么就称为人天。不过他所受的乐跟我们这里所凡夫的人天所受乐那完全不一样，但不过总之呢，是受乐的立场就把它命名为人天。那如果呢，从证悟寂灭，像这个声闻阿罗汉，就是这个寂灭。那么从这个立场来看，有的人他不喜欢，他就希望这个声闻更新的人，他就希望说我要证寂啊，如果入寂灭境。那么从这个立场，你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你都可以入寂灭境，那就可以称为声闻。那如果从上求下化，度化众生，有人发心很大，那到极乐世界众生都有这样的功能，就称为菩萨。所以它是立体复合体，就同样一个众生，从受乐角度讲，他快乐无比啊，无有诸苦，但受诸乐，他就称为人天。当然这个人天呢，他又不是躁动的乐，他是寂灭的，所以呢，他又可以称为声闻。但虽然声闻寂灭，但是他发大心，他可以分身十方度化众生，上求下化，同时不离寂灭。如果阿罗汉就不行了，出定入定他就不一样，他就可以遍十方界，同时呢不离道场啊，心呢不动本寂，仍然在寂灭境当中，所以他又是菩萨。一个众生可以哪个立场来讲都可以。其中自国人天当中，第一、第二、第十六愿为离苦啊，这个大家知道。第一愿，国无三恶道，设我得佛，国中有啊，这个国有三恶道者不取正觉，设我得佛，国中人天，寿终复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，这两个是离苦。第十六呢，我要得佛啊，如果有闻恶名者，我不去正觉。离苦前两条是离实际的苦，第十六愿呢是离这个名相名声的苦，连恶的苦的名字都没有，不要说实体，这是离苦。其余各愿呢是得乐，其中尤其第十一愿的必至灭度愿，是说所有众生往生法藏比丘发愿到我的净土，通通都可以成佛。灭度就是涅槃，大涅槃。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佛，这是法藏比丘发愿所保证的，你不去则已，一去就成佛，你不成佛都不行。就像一滴水掉大海里啊，你想不成为咸味是不可能的。到了极乐世界就是没有三恶道，
就不跟三恶道，身体都是一样的纯金色，相貌都一样的相好庄严，但是也都认识啊，都一样的，我不是张三李四，我不能分辨了吗？知道谁是谁，都能清晰，但长相都一样啊，这个没有好丑，因为如果有好有丑，那不就是不平等了啊？这个心就有嫉妒心啊，这个是烦恼世界才有好丑之分。那为什么到极乐世界相貌都一样呢？是因为他内心所证悟的境界是一样，外相是内心的反应。那为什么内心境界都一样呢？是因为阿弥陀佛给予平等赐予的利益是一样的，这都是靠佛力。就好像双胞胎，我们讲一良生下双胞胎长一样，那还是有差别的。到极乐世界我们是多少胞胎 那个数字讲不清了，十方众生胞胎就是正觉花化身，都是阿弥陀佛正觉莲花一胞胎所生的，都一模一样，一个模子套出来的。你像这个乒乓球做出来往那一放，一堆乒乓球，你能分出哪一个是哪一个吗？到极乐世界啊，那都一模一样。那这是靠我们修来的吗？不会的。如果我们修行的话，我们自己用心，那就是面貌各有不同，所以人面如心，千人千面，有的人慈悲善软，有的人刚强猛烈，有的人调和柔顺，有的人僵头怪脑，他都不一样的。那有的呢脸上长得横肉，干什么？为什么？前生杀猪的，前前生也是杀猪的，前前前生还是杀猪的，今生一生下来脸上肉横着长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个要使狠劲啊。那有的人呢就不一样，他就是心影响的面孔。所以忍辱得端正，如果这个人他修忍辱行，他面貌很端正。那如果有鲜花供佛，得会清净秀美的状这个面貌。那我们到极乐世界长相都一样，难道说我们所有人修的时候都一样吗？不可能的。那为什么都一样？阿弥陀佛利益平等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平等利益完全靠佛力，从这点就看得出来。那身体的颜色一样的，发出金色的光明，总之好得不得了。如果极乐世界这么多看完之后，谁还要这个臭皮囊啊？对不对？爱生病，爱吃饭，爱饭碎分离，爱什么？对不对？哎呦呦，你看吃少了嘛，又怕营养不够；吃多了呢，还得糖尿病。你看，怪麻烦的。搞了糖尿病，应该就麻烦了。哎，油多油少，有的要吃辣，有的要吃咸。病从口入，不吃还不行，吃了也不行。到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了，啊，叫做百宝博气，自然在前。百味饮食自然充满，若与食时，你想吃饭的时候，它哗一瓢就来了。虽有此食，食无食者，但见色为相，意义为食。虽然有这个食品，并没有说一口一口吃下去，看见颜色了，养脑子想到了，这个营养都已经有了。这个还是初期往生的人，尤其在这个世界的美食家，往生之后，他念念不忘在娑婆世界有这个习性，他想吃。一想吃什么就来了，又不要刷碗，又不要备料，又不要去烹调来煮，又不要消耗能源，自然就有了。这个还是低等众生，真正的高级菩萨哪有想吃的，也不会来这些毛孔啊。这个极乐世界的风一吹，法身自然肥壮滋肥起来，根本就不需要吃了，根本就不需要，脑子都不会动念清净。有人讲到极乐世界没有吃的什么意思，这个人一听啊，就知道他的心很浊然。到极乐世界没有吃的什么意思，这就是他就是靠口欲那个比较浊然一些，但没关系。所以就跟他讲，你到极乐世界想吃吗？满汉全席什么都有啊，不过肯定是没有吃肉的，杀生那当然更没有了。所以想，你知道这个世界多恶劣，杀生。啊，这个基因转基因，喷洒农药，残毒、残农，秽土。还有人还舍不得这个地方，脑筋没智慧，也是没福报，也是没心量啊，也是没福报，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极乐世界为你准备的，这么好，你还不愿意去吗？彼国逍遥快乐地，如此逍遥快乐地，更贪何事不求生？
设他国者，那么什么叫设他国呢？就或者他有两种得益的方法，或者呢把他国众生设往极乐得益，比如说第十八愿、十九愿、二十愿、三十五愿、二十二愿，或者呢给予他方得益，就是摄受他国众生，你还没有来往生，就在他方国土，当下在你的国土就利益你了。及其余的十一条愿，这总共不是十六条愿吗？啊，除了这五条愿，其他十一条呢，是在他国得益的。啊，回去可以看愿文啊，就是受我得佛啊，国中这个他方佛土住菩萨众，什么等等等等，下辈子继续修犯恨的，或者身尊贵家的，啊，六根具足怎么好的，这不都在他国得利益吗？没有别列声闻，或者设于呢前面第十四愿，或者含在十方当十方众生当中啊，就不再列声闻这条愿了。有众生言宽，以凡为主，举凡摄圣，这是要说明这个愿文当中，或者说十方众生，或者说十方菩萨啊，或者说他方菩萨。那么讲众生的时候呢，众这个他所指代的面就很宽了，不管是圣人还是凡夫，都叫众生，除了佛之外，所以他很宽。不过呢，讲到众生的时候，都是以凡夫为主。比如第十八愿说：“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”这个十方众生当中呢，是以凡夫为主的。后面说：“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”但是也包括阿罗汉圣者，也包括地前菩萨乃至地上菩萨都包含在内。那么有的地方就说到他方菩萨，如果举菩萨的时候呢，讲众生就以凡为主，举凡摄圣，凡夫都能往生，那么圣人当然更可以往生，这是显示五乘其入，所以众生就包括五乘众生。那菩萨呢，提到菩萨，菩萨他的德很甚啊，超越超过声闻，超过这个人天，以圣为主。讲菩萨的时候呢，总体可能是圣人为主，但是呢举圣摄凡也包括凡夫。为什么呢？凡夫只要发了菩提心，只要愿成佛，就成为菩萨，所以是菩提愿强。只要你有这个菩提愿，你没有得证圣果，哪怕没有断烦恼，也称为菩萨，因为这个愿有这个强的功能。比如第二十二愿，设我得佛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那并不完全指圣者菩萨，也包括凡夫菩萨。下面这一段说明设他国众生的方法啊，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，很有意义的。设他国众生的方法呢，总共十六条愿吗？除了第三十三愿举光明，三十三愿就是触光柔软愿，摩诃光明出其身者，身心柔软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，啊，叫触光柔软愿。除了这个愿之外呢，其余十五条愿皆说名号。是我得佛，他方佛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不得什么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忍者，不取正觉，都说闻我名字。大家回去看十六条愿里面，你想想看，光明利益的一条愿，其他的十五条愿都是以名号来利益众生的，是他方众生嘛，在我本国好办法，那么在他方国土怎么利益你啊？一个是光明，因为他的光明第十二愿，光明无量遍十方界，可以来利益众生的。第二讲名号，名号讲了十五条愿，所以这个阿弥陀佛是以名号度众生的佛，是以名号来利益众生的佛啊，他还特别誓愿这个名号的重要。然光明名号不离，名号为体，光明为用，这个体用啊是互说的啊，有时候说光明为体，名号为用，那么主要讲名号为体，光明为用。名号为因，光明为缘，我们听到南无阿弥陀名号，因就种下来了，我们念佛，佛的光明摄护我们，
啊，为缘来保护我们，这就是增上缘，消除我们的业障，护念我们。所以灭罪缘，灭罪靠什么灭罪啊？靠功德，靠光明，光明能去黑暗，功德能消罪障。所以呢，灭罪缘啊，护念缘。那怎么护念？有佛的光明来护念我们。那么光明为缘，也可以光明在前，阿弥陀佛现用十方这个遍照十方的无量光明，用这个缘给我们结缘，然后呢给我们调化我们，增长我们内心的善心种子。而这光明当中就有佛号的作用，光明是听不见的佛号，佛号呢是听得见的光明，这两个是一体的，一体，就像打雷，雷声和闪电是一体的。那么光明来调出我们之后，哎，我们就会听到南无阿弥陀名号，或者我们偶然的听到别人念一句，或者我们到寺院就看见墙上有着南无阿弥陀几个字。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早不晚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啊？你为什么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听到别人给你念阿弥陀佛啊？是因为光明为缘调化的作用，这个时候佛的光明就在这里啊。所以善导大师《往生礼赞》里就说，弥陀世尊本发深重十愿，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，但使信心求念，上进一行，下至十生一生一念等，一佛愿力亦得往生。这就是光明名号在一起说。意义愿文不遑细节，我们也不能够来读了啊，也不能来解释。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表哈，这张表，这张表呢种类分为三类，细类就在摄众生当中呢又分为五类。那么种类摄法身十二愿、十三愿、十七愿，后面有一个说明，以德成名，名实一体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德就是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，这是他所设的，我要有这种功德。那么第十七愿的这个名号是以德而成的名，有这个德才有这个名。你自己随便封自己啊，我是佛，那是你佛性的佛，哎，不是说现在就成了佛。你封你封一个董事长啊，我是董事长啊，你董事长，你公司呢？公司还没成立，这个就是名和实，就有这个德，德是实啊，然后他才有这个名。所以十方诸佛为什么称扬阿弥陀佛的名号？因为他是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，救度无量世界众生的佛，叫依德成名。名和实是一体性的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呢，往往有虚名，那虚名的话，名实就不符，也不是德，也不具备这个德，所以这个名不好。名贪，尤其贪名不好，尤其名过其实不好。名过其实会消业障啊，会消福报，消福报啊，不是消业障。名过其实，那你这个人，比如你贪一个这个顶一个慈善家的名称，人家都认为你慈善家，但其实呢，你并没有做这样的相应的事情，名誉给你很大，那你肯定不好，不是好事情。你宁愿自己做了，没有这个名头。所以古人叫积阴德。积阴功阴德是很实在的，阳功阳德就是像那个蒸包子泄了气，半天不容易熟，所以大家做了好事要用盖子把它盖起来，不一定要拿到电视台去广告去这个宣扬，人家宣扬还要把它藏起来，这个才实实在在的。但主要是心呢，不要贪慕名利。设国土愿，国土清净愿叫宝香合成愿，这三十一、三十二愿，香熏十方及国土名字为佛事。这是一个解释，就我要成佛时候，我的国土啊，种种众宝合成，这个香熏十方一切净一切国土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代表他的国家的极乐国土的名字流布到十方世界，人们听到了，都有功德之乡，都愿意向往这样的净土，所以是国土名字做佛事。那么设众生愿里边，第一个设自国人天啊，就有那么好多条，
那么第一第二，此为离苦，无限当明识一切苦，也就是弥陀经所讲的无有众苦，现苦和当来苦。现苦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当现下没有三恶道，当来不更三恶道，这现苦。明苦就是不闻恶名愿，实苦就是这三恶道的实体没有，所以没有现当明识一切苦。那么三五二十一，第三愿悉皆金色愿，好，第四愿无有好丑愿，第二十一愿三十二相愿，这个呢是这底下都是得乐，前面是离苦，这属于相好之乐啊，相好乐。第十五眷属长寿愿，这是寿命乐，长得好看短命鬼也是不足，不仅长得好，三十二相悉皆如佛，而且寿命同佛一样长远。寿命虽然长远，如果说受用不足，有快乐啊，这个有苦，那仍然是受苦的命，不是享这个福乐的命，那仍然不足。所以下面呢，二十七愿万物严禁愿，三十八愿衣服随恋愿，当然讲到衣服的时候，也就有饮食之类在都在这之中了，不过他说的是衣服，这个叫总别受用乐。总的就是万物严禁，万物严禁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庄严清净的啊，这样万物就包括所有一切国中万物，这是总。那别的呢，总的受用啊，那么是清净庄严的快乐的。特别的举了一条衣服随念啊，不要为了衣食去操劳，叫别受用乐。这是讲人天的。下面呢就讲声闻受乐污染愿，虽然受这些乐，但是内心呢清净寂灭正寂，没有染着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受乐就会染着，心里边会念念不舍，哎呀真好吃啊，然后呢怎么办，真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啊，没得钱啊，没得钱吃不着，那怎么办呢，挣钱，为了口福之欲，然后辛苦的要命，挣到钱了又跑去呢大吃一堂，吃完之后怎么样，救护车送医院，为什么，肠梗阻吃坏了，吃拉肚子了，或者啊，这个很多，酒精中毒了都有。就是这个乐是苦的，是染着的，染物的，让我们的意念不光说我们当下吃的时候它有这个农药染物，你是让我们的意念心不清净，贪念失禁啊，贪念受乐之禁啊。如果没有受乐就嗔恨啊，这总是染物的，总是贪嗔。这下面几条呢就是菩萨的游戏神通啊，神通之乐。所以这个想这个乐嘛，人天乐、声闻乐、菩萨游戏神通乐。五宿命智通愿，六天眼智通愿，七天耳智通愿，八他心智通愿，九神足智通愿，十一漏尽智通愿，就六通智六通。这六通啊，特别是漏尽通，菩萨大乘漏尽通的话，那就啊成佛之乐，成佛诸大菩萨乘佛愿力，成佛之乐，可以呢六种神通度化众生。还有十一的必至灭度愿，这是啊在成佛当中。那么六种神通呢是成佛之用，这个必至灭度呢是成佛之体啊。也就是再做一句总结，阿弥陀经的但受诸乐，前面是无有诸苦，这三条但受诸乐呢就这些。哪些乐，人天受用自在乐，声闻极灭无染乐，菩萨游戏神通乐，成佛正大涅槃乐。这是但受诸乐的内容，在四十八愿里面说得很清晰。那么人天这下面设声闻愿，就是声闻无数，第十四愿设他国声闻到极乐，人本原名称为声闻，就在不是极乐世界有声闻，是往生之前他是阿罗汉，他声闻种姓，然后设到极乐净土，他原来叫什么还叫声闻。
下面摄自国菩萨，23愿、24愿、28愿、46愿，这个呢，供养诸佛，共住共聚如意，见道场树，随意闻法，这叫上求佛道。这是下面25、26。25说法如佛愿，26得那罗延愿，29得辩才智愿，30智慧无穷愿，40照见诸土愿。这五条愿的内容是下化众生，啊，看愿文名字就很清晰的。那么摄他国凡夫呢，有16条愿。哦，摄他国凡夫是7条愿。18、19、20愿为凡夫往生本愿，35愿。别是女人往生愿，33、34、37愿他方得意愿，34是文明得忍，啊，33是触光柔软，37人天之境，这都是在他方得意。那么这个利益呢，不仅临终来迎往生，这是指第19愿的，以平生光明护念，这指18愿，还有呢，33愿出光柔软，那么现身不退34愿闻名得忍，啊，这是来说明这几条愿。摄大苦菩萨一共有9条愿：22一生补处愿，36常修梵恨愿，41具足诸根愿等等，就不念了。那么由于菩萨意乐不同，或愿生极乐，比如第22愿，这菩萨嘛，他的意乐，他已经圣者的菩萨已经是证无生法忍了，他有的愿意到极乐快速成佛，有的就愿意在他方世界教化众生的，所以呢，或愿生极乐，则超常轮诸地行，速即成佛，那么也是佛愿的加持。那或也呢，愿助他方立生，阿弥陀佛也有名号功德加持他，皆得如愿。比如常修梵恨，我愿意在他方利益众生的话，好，闻到我名号，那就生生不退，不退梵恨，你都可以常修梵恨，这样就可以在他方稳稳当当度众生了。啊，具足诸根愿也是一样，要在他方度众生，那具根不具足，身心有缺陷，缺鼻子少眼，那度众生就不方便啊。那么听到我的名字，诸根具足啊，身体非常好，度众生才有力量。那这总之48愿的内容哈，啊，分类大致这样。下面呢，是我们说48愿成就，这个48愿是很好啊，有没有成就呢？如果没有成就，我们还在这里张着口等着上面掉粮食下来。我们说啊，哪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？有，西方极乐天上就会掉下来馅饼。如果48愿还没有成就，那我们口在底下等着，等着馅饼掉下来。现在啊，48愿成就了，六字名号，所有功德叫布施给我们。愿如玉者，行如车辆。愿，司机一样，行就是这个车。愿能驱行，行能载愿，这是愿和行的关系。御者嘛，驾驭的御车的人，他能够驱动这个行。那么行呢，是像车辆啊，他就能够承载这个御者，能够载愿，愿行相符，业事成就。这道理很明白，有愿有行相扶持，你的事业，你这件事情才能成功。有愿无行为虚愿，有行无愿为孤行。像我们讲的比喻啊吗，有愿，司机老司机了，驾车30年的车龄，啊，开车比赛得第一名，但是没有车，没用，空的，不能到达目的地。说车宝马好得很，有行，但是没有司机，不会开，孤的，没用，不能到达目的地。所以这样都不能成就，有愿有行才能成就。法藏比丘五劫四维发48大愿之后，经过不可思议照载永劫的极长时间，这个时间不是我们人类的脑力思维可以想象的，
啊，我们就用这数字简单说，不可思议，召载永劫，即指菩萨无量德行，十劫之前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这说明四十八愿成就了啊！发了愿之后呢，说愿行相符，他经过这么长时间清净修行，愿行圆满了。你发的愿大，发个愿很容易啊。你说发个愿，一个念头，你要完成这个愿，可能要付出一辈子的努力啊，对不对？我发愿想考哈佛大学博士后，愿意发，可能一辈子头发搞白了还没考上，所以这个发愿是很短的，修行就很长了。你看法藏比丘是什么身份？大菩萨身份，破无明大士的身份，八地菩萨身份，这样的智慧，他发愿经过多长时间？五劫思维，考察了211亿诸佛国土，发了这个愿，深重无比，48大愿。那你想想看，他的修行发愿要多长时间？就像我们人比，我们发愿一念，发愿，发了一念的愿，一辈子努力，还不一定能完成。有个故事吗？哎，你应该清楚啊。项链，对对对，项链。因为他参加朋友的这个宴会，要带一条的好的项链，就感觉呢比较光彩照人，这样呢，所以朋友就借了他的项链。他长得也很好，然后借件衣服项链，哇，那天晚上就是整个宴会里边的主角，风光过都非常的好啊，享受的非常好，风光风采照人，风光那个盖人一头。回来之后呢，突然这条项链丢掉了，哇，这条项链很宝贵啊，很保重啊，那是这个项链中的极品啊，但是丢掉了怎么办？不能没办法给朋友交代呀，就赶紧举债买了一条很珍贵的项链，一模一样的送给朋友了。然后在此之后呢，永远就在这个项链的债款底下过日子，所以啊，洗衣服啊，打工啊，白天晚上都操劳做事，这样又过了20年。当初借给他项链的朋友再也看不见他了，说你到哪去了？20年之后见面了，哎呀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老啊？当初在那个宴会上你怎么样的光彩照人，到现在我们都记得，那天晚上我们都为你轰动了，你怎么这么老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这20年来我都是为了那条项链呢，我都在努力的工作，你看手也粗糙了，脸也怎么样了，身体也佝偻了，他什么项链？他你不知道吗？那个项链我问你借的啊，你问我借的，我后来丢掉了，我还给你了，我还给你是我花钱买的啊，我那个项链是假的，哎呀，我那个项链是就是一般的串出来的，但他不认识，他以为是真的。这个当然这个小说这么写的，就说我们一个愿心一个念头往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，他是一晚上光彩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。那法藏比丘呢，为了成就48大愿，你说光这48大愿就花费了5劫时间的思维，所以他修行这个48愿的时间叫不可思议，召载永劫，我们就可以想象了，也只能想象，我们还能怎么样啊？也只能想那么一会儿，想那个实际啊差的还太远，你就尽量想象啊，谁的想象力丰富尽量想象，不管多么长的时间不足以形容，不管多么样的苦行不足以形容，不管怎么样的艰苦努力，而如何佛对我多么大的恩德，哎呀，佛的恩德感动的我两眼都掉眼泪了，鼻子都抽了，满的都是假的。我们再怎样的想象，都是这个世界可以比拟的境界经验范围，要跟佛本身的都无法相比。比如我们想象佛的慈悲，你怎么想象？顶多想一想，想一想，呀，也就想到妈妈的慈悲吧。啊，佛就像你妈妈那么慈悲吗？那还能叫佛啊？那你妈叫佛算了，对，那就不足以称为佛啊。那跟你母亲的慈悲，那无法相比啊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想到这么多，还不能想，想再多了就是观念，就像河里一条鱼一样。你说鱼啊，啊，我在这儿啊，河岸上有大树啊，啊，树是什么样子啊？大树很高，很粗。啊，很多叶子开花长果子，那是鱼说那我没见过啊，那你想象吗？想象，那只能像我旁边这个水草这么大吧，它只能想到水草，所以我们也想极乐世界什么，你无法想象的。
因为我们靠思维，那这些啊没有意思，所以各位不要想象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都有了。不要说我们念佛啊，就打电话、打手机，我们现在都要用手机。这个老太太也好，我也一样。你说你懂得手机的原理吗？这个手机它有什么？有多少转播台？它有多少信号？它有什么操作？它怎么样的？这你根本想象都想不来。但是不用想象，号码一拨，所有的这不都在这个号码里边运行，不都有了吗？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固然我们无法想象，无法思维，但只要我们口称南无阿弥陀佛，它无量无边功德一点不少。就像我们这个手机一样，像我们坐飞机一样，你的空气动力学你能懂多少？但你只要坐上去，所有这一切理论，这一切都为你服务。那我们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所有五阶思维照在五阶的修行当下都为我们服务，为我们所拥有。所以这就是念佛的好处，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念起来，就实际的这样比较实际。因其因中一意是言，若把尔者不取正觉。他每一条发愿最后都有这八个字这叫誓。誓愿是两个字，愿呢是正面的，说我愿意怎么样。誓呢是反面再给他加一个扣子，如果达不到我就一定不怎么怎么样。有人讲做不到我不是人，那就是假的。你那个发愿没有意思，发誓都是假的，指天发誓我怎么样，我不是人，你人格也就那样。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发愿，它是以佛的位格做担保，如果不能让众生往生，如果这个目标不能达成，那我不取正觉，我继续修行。所以呢这叫誓，誓就更有力量了。经济成佛之四十八愿，一一皆已成就，也就是因中的愿望一一已经实现，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。所谓成就，就是成为事实了，不能再改变，这就成就了。好，我们上午到这里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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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